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南京开的，那个宝宝机器的，4台呢，我就粘了，一共就粘了5天，很快的，这培训好像一调好就走人了，然后就打过几次电话，就说了一下自己地方能解决了，不能解决我们就去，这翻模具还马上要去，我们把所有情况模具，翻模具没帮忙换过。 这个我们结构每个部分都说清楚，哪个点有问题直接弄，解决不了了我就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一次两次啊，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
Thank you.